漆黑的夜晚，碧绿的湖水，温泉般的水温，而位年轻人正在水里嬉戏，被划着船只的两位老者赶出了湖面，他们还在不停地喷洒着奇怪的药水，毫无疑问这水已经被污染。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说到致癌物质，每个人都关心，但你知道吗？有一种人工合成的致癌物如今已经遍及地球上每个生物的血液，想知道散播这种物质的罪魁祸首以及整个事件的始末吗？今天来聊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黑水》。故事的主人公罗伯特是一个资深律师，就职于业内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专为大型企业做辩护律师。经过8年的努力，他终于晋升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一天，一个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农夫来找罗伯特帮自己打官司，找他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起诉的对象是美国化工巨头杜邦公司，没有人敢接这个案件；二是罗伯特外婆介绍而来，没说两句就丢给罗伯特整整一箱证据。可罗伯特身为企业辩护，并不愿意把他们送上法庭，索性直接丢下他转身离去。事后罗伯特心中的怜悯让他决定亲自去看看究竟，毕竟外婆也生活在西弗吉尼亚州。在拜访外婆后，来到了农夫家了解原委。农夫说他哥哥曾卖给杜邦公司一块地，就在自己家旁边，杜邦公司声称用这块地填埋垃圾，可从那以后农场的牛就纷纷病倒，损失了190头牛。农夫认为杜邦公司在地下填埋的是剧毒化工废料，他向罗伯特展示了一堆从牛身上割下的脏器和组织，其中有膨大的胆、漆黑的牙齿、畸形的牛体。然后又带罗伯特看了被污染的小溪，溪里的石头都已经被化学物质漂成了白色，牲畜们就是喝了溪中的水中招。农夫分别向环保署和当地政府反映，但得到的结果是因为自己农场经营不善导致畜群死亡。农夫苦诉着，眼中却是箭矢般锐利的愤怒，可最终也只是刺痛了自己的心。罗伯特对这一天种种见闻深感震撼，独自驱车来到杜邦的工厂附近，目光所及之处，滚滚浓烟直逼苍穹，如同恶魔吐息。罗伯特产生了为农夫和小镇的镇民讨回公道的打算。这一年是1999年，初步调查后，他猜测填埋厂里的东西是超出了环保署认知范围的全新物质，环保署根本无法认定其有害，所以农夫才无处诉理。想要打赢官司，必须从环保署切入。为了查明那种物质是什么，罗伯特参加了化学联盟晚宴，接近杜邦公司的负责人。但聊到那种不知名的化学物质时，对方反应激烈，甚至当众谩骂罗伯特。这让罗伯特确定了杜邦一定在掩饰什么。在老板和妻子的支持下，开始了这漫长的官司生活。他向法院申请强制杜邦公布填埋场中的化学物质信息。杜邦公司将一箱又一箱案件资料直接运进了事务所，堆满整个储物室，同时调侃这些资料100年也看不完。罗伯特不以为然，毅然投身进堆成山的资料中，最终找到了一些线索。一个陌生的代名词吸引了他，在咨询了一个化学家之后，得知这种物质叫做 PFOA， 化学名聚四氟乙烯，300摄氏度才能分解，400摄氏度才能水解。之后被杜邦公司先后易名为 C8 碳分子链和特氟龙，而且这种特氟龙如今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它就是不粘锅。氟轻度可以让牙齿变得坚固，重度会让牙齿变黑并且致癌。这是他回忆起家乡的一个曾冲他笑的女孩，开朗的笑容却是一口黑牙。农户家里病死的牛也有同样的特征，化学家证实这是喝下了这种物质的结果。罗伯特怔住了，污染造成的影响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这种化学物质早已侵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案件却毫无进展。2000年，罗伯特的调查终于有了眉目。这种叫做 PFOA 的物质因为具有排斥水的特性，最早被应用为坦克涂层，杜邦却用它生产不粘锅涂层，改名为特氟龙。而从始至终，杜邦对特氟龙的危害性都心知肚明，不仅会致癌，还会导致胎儿畸形。在利益面前，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又算得上什么呢？杜邦让特氟龙走进千家万户，他们的良心早已百毒不侵。届时特氟龙进入人们的生活已有40年，受害者已形成庞大群体，众多畸形胎儿被证明和特氟龙有关，然而却几乎无人知道自己被毒害。油漆、织物、雨衣、靴子，特氟龙无处不在，人类的身体无法分解特氟龙，它会越积越多，最终的结果就是患癌。罗伯特又去见了一次农夫，他已经为农夫争取到了经济赔偿，但无法证明特氟龙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案子可能就此了结。农夫顿时恼怒，我不想要钱，只求把杜邦那帮家伙关进监狱。可财大气粗的杜邦可以收买一切，仅凭二人根本无力对抗，能够索取到经济赔偿已经是幸运。罗伯特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劝他搬离此地，重新开始，给自己和家人一个生存的机会，但太迟了，农夫和妻子已经患上了癌症。农夫甚至无力动怒，他可以接受自己的命运，只是无法接受患癌死亡这一说法，这分明是被谋杀，他不甘心这个秘密不能大白于天下。罗伯特无力地回到家，对农夫的绝望感深受，决定将对方告上法庭。2001年，罗伯特奔走八方，找到了更多受害者，向杜邦公司发起7万多人的集体诉讼。虽证据齐全，但审理过程何其艰难，历
2013年到2004年，这场官司初步取得胜利，杜邦被环保署罚款1650万美元，并负责清洁被污染区域的供水，支付诉讼群体7000万现金。但这些赔付对于杜邦来说只是9一毛，特氟龙生产线3天就能够赚回来，可群众失去的健康却无法复返。环保署成立了一支科学小组，调查特氟龙是否与诉讼群体所患的疾病有关，如果得到证实，患病的人便可以获得杜邦的赔偿。于是这一年采集到了6万多人的血液，展开了漫长的科学分析。2009年，科学分析仍没有结束，因特氟龙患病的人迟迟等不到赔偿，只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噩耗。最初委托罗伯特案件的农夫也因癌症死亡，而罗伯特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中。从杜邦一案陷入僵局以来，他就成为所有人眼中的失败者，就连他所代表的诉讼群体也不再信任他，更是没有其他客户找他委托案子，老板不得不四度对他减薪，他已经无法再承受更多压力了。2011年，罗伯特病倒了，因承受压力过大突发暂时性中风，医生说他此时神经系统脆弱，应远离所有压力，以后都要吃药压制病情。一晃到了2012年，罗伯特已经淡出案子。这一天，罗伯特突然接到科学小组的电话，他等了7年的电话，甚至都已经忘记了对方是谁。科学小组带来的喜讯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发现了6类严重疾病与特氟龙有关，诉讼群体中有3535人患有这种疾病，未来还会有更多人会患病。而现在因为罗伯特的努力和执着，这些人都能得到医疗监护和赔偿，字字句句都在敲击着罗伯特的心灵。此时他感动得快要哭出来，但他的倦容却是那么疲惫。2013年的执着，这场战争终于胜利了。可就在他带着家人去餐厅大吃一顿时，却接到了一个坏消息，杜邦公司想要抵赖，拒绝承认科学小组的论证结果，拒绝支付任何一项赔偿。13年的努力幻灭得如此之快，此时的罗伯特以及他所代表的群体已经没有了任何依靠，杜邦公司的承诺靠不住，法庭靠不住，科学分析靠不住，体制靠不住，3535名特氟龙患上疾病的人被抛弃了，他们没有任何武器，罗伯特是他们仅有的依靠。没有选择，他重新踏上漫漫诉讼之路。3535个案件，以每年4到5宗的审理速度，运气好的话要持续到2890年才能结束。又是与杜邦公司斗争的一天，不知是第几次开庭了，法官见到罗伯特的第一句话是，你还在这里啊？罗伯特回答，我还在这里。影片到这里戛然而止，但斗争仍没有结束。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原型罗伯比洛特不曾放弃他所代表的群体。最终杜邦公司以6.7亿美元了结了全部的3535起案件，但特氟龙如今已经遍及地球上每一个生物的血液中，所有人都成为了杜邦公司利益的牺牲品。人们吃下去的食物、喝下的水、呼吸的空气都有可能被特氟龙污染过。如果没有罗伯，不敢设想贫弱的普通人如何去与这样强大如同帝国的利益集团斗争。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只能任人肆意践踏，生命不值钱，他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东西，而杜邦有的不只是钱，更是在体制与科学家的包庇下无懈可击。即便是一个律师都感到无力应对，要靠死缠烂打才能为诉讼群体争取到赔偿，这需要惊人勇气与执着。起初的罗伯也是这资本体制下的一员，他会站在被告席上为企业说话，而影片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这样一个与资本打交道的律师反过来帮助弱势群体对抗资本。当他意识到弱者无人保护，体制和政府都抛弃他们时，甘愿为此牺牲。可在资本面前，即便是他也感到力，他失去了一切，就连身体也垮掉，可他依然在那里，每天都在，永远都在。最后温馨提示，如果你们家的不粘锅表或损坏，千万不要用哦，因为它还有特氟龙成分。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如果喜欢就请关注小豆豆说电影，咱们下期见。